一个严谨专业的拍卖平台是收藏珍品的最佳选择。国际宝纳2022春季艺术拍卖会即将隆重登场。在去年疫情的情况下，我见到国际宝纳公司在温哥华举办了一场非常成功的拍卖会，我都希望他们能够来到列治文举办一场更加精彩更加盛大的拍卖。在2022年的4月29号到5月1号他们就会来到列治文一个新建的酒店来到举办这次的拍卖会，是一个更加理想的场地，更加多的拍品。所以我希望这次的活动能够带给我们大湾地区对文化艺术收藏有兴趣的朋友一次盛大的活动，亦都希望所有的参加者都能够有一个非常愉快的经验。大家好，我觉得今次国际画廊准备举办的拍卖会藏品是非常之精的，应该是我近这五六年来少见的，所以我觉得是今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温哥华的藏友提供一个这么好的平台。我觉得国际画廊上年的第一次拍卖非常之成功，今次的藏品规模我觉得比上次是更加之好的，所以非常之期待再创佳绩。大家好，2022年国际宝纳春季拍卖会即将拉开帷幕。4月29日古玉珍玩专场，4月30日古代瓷器及杂项，5月1日中国古代书画及当代艺术专场，预展从4月24日开始。借此机会，我为大家推荐几件本次拍卖会的重要拍品。首先是清代乾隆年制官窑青瓷笔架山，大清乾隆年制青花六字款，该器为著名瓷器收藏家的旧藏，器物造型雅致，釉色油润细腻，为典型的唐英监制乾隆官窑器，为珍贵难得的皇家文房器物。下面是明末清初青花大盘，雅士图，人物故事纹饰，细沙底，口径接近30公分，器型、青花料及纹饰特征均符合时代特征，为明末清初典型民窑细炉瓷器。这一件世界著名拍卖行佳士得1992年9月29日拍出的第496号拍品，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款，缠枝莲花纹饰，青花公碗，典型官窑题材纹饰，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以此纹饰告诫为官要清廉，胎质洁白细腻，通体外壁会有缠枝勾莲纹，通景一周，碗心是一朵莲花，青花发色浓郁，造型规整，十分难得，口径为165毫米，高度是73毫米。下面我再介绍一下玉器珍玩专场的几件拍品。本次拍卖会我们得到了美国著名红山文化玉器专家的支持，为本次拍卖会提供了多件精美红山文化各个时期的高古玉器，其中的红山文化晚期马蹄形器高度达到了101毫米，重量为238克，达到了中国国家甲级文物的标准。红山文化 C 型龙更是该藏家珍藏了50余年的旧藏器。本次玉器专场里各个历史时期的玉器精品是竞相亮相，清乾隆年制宫廷造办处和田青白玉观音及玉佛龛，为典型乾隆官造器，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玉器加工史上登峰造极的作品。清代中期韩都斯坦玉雕连座顶式香薰，上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著名大家族旧藏器，为典型的宫廷器物，雕工精美绝伦。清代和田羊脂玉平安扣古安旧藏，中国历史人物汪精卫家族旧藏物，汪精卫祖父汪泉遗物，直径为53毫米，厚度达7毫米，重量为48克，
总之，本次拍卖会珍品多多，不胜枚举。受篇幅限制，只能点到为止。由于了解更多的拍品信息，请与我们联系，欢迎垂询。拍卖现场不见不散。宝纳国际团队工作态度非常认真，同时也非常专业，我对这次拍卖很有信心。这是我在温哥华首次见到这样盛大的，况且有很多精品的拍卖会，值得支持。今次书画拍卖总共有151件藏品，分别是一般藏品、当代本地拍品和淘宝拍品三类。一般拍品包括有丰子恺老师两张的画和一张扇面，画面上面显出的是民间生活的雅趣，非常生动又温馨，大家不要错过啊。另外，普心如的重影行烟表现出宫廷景观，大气磅礴，是难得的精彩作品。而其他大师级的作品包括了王胄的《母子情》、赵少昂的《白歌》、杨善心的《猫》、丁显荣的《小品》等，都各具特色，适合不同藏家的品味，值得关注。除此以外，我们亦都推出本地大师如周士深、李恒简、郭少刚、洛夫和张衡等等的作品，使到对他们有认识和喜欢他们作品的人可以选择。我们又推出一些西洋油画和水彩画的精品，来推广加拿大多元文化的精神，使到藏家可以有另类的选择。在当代本地拍品系列里面，我们总共推出了温哥华九位著名画家49件的藏品，并且都是以超底价起拍来到吸引喜欢画作的朋友，拍品都是非常超值的，希望能够唤起大家对本地画家的兴趣。淘宝拍品系列呢，我们推出的都是藏家的旧藏，其中很多都是大名鼎鼎的书画名家，有赵万虎、张大千、齐白石、李虎禅、启功等款号的作品。我们觉得很难得的就是旧藏家愿意以贱价国外出拍，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考验一下大家的眼光和智慧。由于起拍价是超低的，相信一定能够吸引精明的买家参与竞拍。所以整体而言呢，今次书画拍卖是收藏书画的一个黄金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这次的图录做得很精美，介绍拍品清楚准确，对于卖家的选择有很大的帮助。温哥华国际宝纳举办2022年春季拍卖，是汇集精美拍品优惠的价格，给精明有眼光的收藏家机会来寻宝。现在让我们再次提供这次拍卖的重要资讯。拍卖会由4月29日至5月1日星期五至星期日一连三天，在列治文国际贸易中心的 Club Vincente 位于8400 West Road 6楼会议厅举行。拍品包括书画、瓷器、玉器及杂项等。预展由4月24日星期日至27日星期三，每天上午11时至下午4时。现场拍卖4月29日星期五，玉器及杂项。4月30日星期六，瓷器及杂项。5月1日星期日，书画，每天下午12时30分至6时。登记拍卖联络方法：一、电话联络604-230-1529，陈先生，或778-883-0698，王先生。二、电邮联络 Catherine@iagbc.com。三、微信联系博纳-iag。四、WhatsApp 联系 Catherine Chan。778-879-5415。五、网址www.bonaiag.com 或
www.iagbc.com。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期待与您在拍卖时相见。